是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九十三面第二行啊，九十三面第二行啊，从一时的。 业识者，时成就业，该十无设法，长短随心，言处同时，三起一念，如苏朝月，或舍者得陀罗尼，一刹那前。 一字之中啊，一切法门；或是听者的静耳根，于一刹那闻一字时，与于,于一切习无障碍；或说者时少，听者时多；或说者时多听者时少。 或说者神力言出随意，听者根系立顿不一。我们就念到此地啊。这是说时成就啊，佛说经在什么时候说的啊？这也是师尊。 教导阿难的啊，这六六成就啊，是佛教的。如是我闻，下面就是一时啊，佛在什么地方啊？不记在年月日啊，只说一时。我们在最初学佛的时候。 刚刚入门，对这桩事情很怀疑啊！我们中国古人都能够把年月日记载下来啊，古时候用干支啊来记载。为什么佛经释迦牟尼佛讲经四十九年？ 时间为什么没记出来啊？啊，只含糊说了个一时，啊，总是搞不清楚。这这多少年的时间，嗯、啊，稍稍啊涉入经藏啊，才真正明白了，一时是真的，说出年月日是假的。 那不是真的啊，意识是,是真的。这个底下解释啊，是根据《大乘经》上佛常讲的，盖十五设法啊，时间跟时间相对的是空间，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啊，时就是真实啊。 啊，不是真的，长短随心。啊，这个时间长，时间短，你看，境随心转呐、啊。不但时间呢，是跟着我们意念不同，感受不一样，空间亦不如是。啊，空间。 大小随心啊，渐渐入大乘境界，就明白了。不但如是，在佛经上确实我们见到了，言出同时，言是长时间。 促是短时间，啊，一刹那，啊，这个这个这个长无量界，无量界跟一刹那同时，这个境界不可思议，这个境界是真实的，啊，三七一念。 三大二生七劫，这是长时间；一念呢是短时间。啊，三大二生七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，一念呢可以把它延长为三大二生七劫。啊，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。 佛讲一时啊，正确啊！说一时，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，啊，给了我们真实希望啊！我们想啊，这个经，佛当年在王舍城七度绝山讲。 是灵山，跟《法华经》同一个地点。我们能不能参与这一会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经，我们可不可以亲自去听呢？能。啊，在中国佛教史里头有记载，智者大师。 读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啊，入定定中啊，他就看到师尊在讲《法华经》，啊，他还在旁边坐了，听了一座，听了一次。 确定之后，告诉大家，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讲《法华经》，法会还没散，啊，他亲自去参加了一组。啊，定中突破了时空的位置啊，可这个。 智者大师居里释迦牟尼佛一千多年了，啊，一千多年前他能够进入他的道场，能够亲自听佛讲经，不但能够回到过去，也能够跨越到将来。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见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？见到了。如果没有见到，他怎么会说“无烧无痛”这一段经文？那个描写的是什么？我们现代的社会。见到了。那不但见到现在，见到法。 灭尽，他守了一不经叫法灭尽经。那这是什么时代呢？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，是一万两千年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的状况啊，佛说出来了，不是预言的、啊，是他亲眼看到的啊，这个看到正确。 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很多中国、外国的寓言，啊，中国的《推背图》、呃，《烧饼歌》，啊，我曾经问李老师：“我这真的吗？”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中国古人的寓言，黄丕禅师的。” 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是定中见到的。啊，像推背图这一类的时候不一定完全准确。啊，他是靠数理、数学。啊，是中国的《易经》呢，那是本高深的数学。啊，从数学上能够推断，就数学是科学之母。 啊！可是那个东西，真叫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啊，不能够啊，完全正确，里面还是有差误。啊，那还有一种呢，灵媒传递的信息。 啊，那要看他是看他的等级，高级的灵媒传递往往是正确的。啊，层次很低的就不正确了。啊，我们知道，轨道有五通，报德的，啊，他不是修德的，是报德的。 那个通灵的层次也不一样，啊，与每个人的心态不相同。这个现在我们懂得，啊，心态主宰了一切，啊，心态好的，他层次就高；心态不善的，他层次就很低。啊，但是。 都有能力跨越时空，啊，层次低的跨越的幅度不大，啊，像这些事情，我们在一生当中，特别在这个时代，常常遇到啊，啊，所以自己不能不清楚，啊，遇到。 不稀奇，是宇宙之间一种正常的现象。啊，那我们记住世尊一句话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啊，不要把它放在心上。啊，接触到了，可以参考。 一定要用自己定慧去对应啊，不能用前时，用前时去对应的、啊，那往往会吃亏啊，会上当啊。要用定慧啊，心清净不受它影响，用智慧来观察这个信息，我们接到了。 应该如何应对？这就正确了。啊，学佛法要记住，破迷开悟啊，他不迷信呐、啊。啊，我们看此地黄老就是给我们所说的啊，先是讲经中所说的。<coughs> 如《苏超越》这个《苏超》是《阿弥陀经、啊》苏超莲池大师说的啊，《苏超》里头在一时啊有这几句话这样的说法：说者得陀罗尼，陀罗尼是梵语，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叫总持，总一切法。 持一千亿啊，这个名词在佛学里头用的很普遍啊，这也就是真正得定开悟了啊，戒定慧三学，学佛的人一定要重视，不能疏忽。 啊，戒如果不是那么重要，释迦牟尼佛何必那么样的重视？啊，那样苦口婆心的来劝导。啊，他真的太重要了，那是根呐、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佛不得受用。 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把根疏忽了啊！在家学佛的同学疏忽了十善业道啊！十善业道是修学佛法的根本大法。你看《十善业道经》上，佛经讲的很清楚啊。 啊，从人天法说起。啊，人天法是什么？你在六道里面取得人道的方法，啊，取得天道的方法是什么？是上一道，往上去。 啊，讲到生闻菩提、圆觉菩提，啊，乃至无上菩提，啊，换句话说，从六道里的你取得人道、天道，一直到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通通依靠释迦牟道，这能不重要吗？好像我们现在建大楼。 啊，建几十层的大楼，建一百层的大楼，实际上一道是什么？是地基基础。啊，你没有基础，两层三层都盖不成，你怎么可能盖一百层的大楼？ 越往上面去，你再晓得根基越煎熬啊！啊，那我们今天看看，十善没做到啊！啊，所以我常想啊，为什么过去的人他们能做到，我们现在做不到？我想了很久。 哎，才想明白了。从前人能做到啊，这家教好啊，啊，家庭教育，小孩从一出生，父母就教他，啊，所以他那真的是扎了根呐、啊，啊，这是以后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哦，经典上看到了。 唐朝中叶以后，中国佛教就不再用小乘了。啊，就是小乘也是以十善业道为基础。啊，中国不用小乘了，采取儒跟道作为大乘的根基。 啊，通过一千七百多年的实验，成功了。啊，你看，从唐中叶到到到这个呃民国初年，啊，每一个朝代，修行真的有开悟的，有证果的，啊，那得定功的就太多了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。 哪一个法门，都能帮助你得三昧，啊，三昧就是得得禅定啊，啊，念佛，念到清净心心前，就念佛三昧的成就，啊，所以我们才渐渐的明白过来，啊。 我们要补习，啊，补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补道家的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有这两个基础，十善业道、三规五戒就轻而易举。你真得到了，啊，三规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了。现在三规是假的，不是真。的。 啊，三归你看，归一佛，归一法，归一身，啊！看看《六祖坛经》，我们就恍然大悟啊！啊，六祖慧能，唐朝时候人？啊，武则天那个时代。 啊，他老人家那个时候，传皈依，他不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不念这个，他念什么呢？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。他为什么这个念法？我们要好好去想啊！啊，肯定是。 佛法传到中国来一千多年了，传的这么久，所以就出现很多讹物、哦。啊，大家一听到佛法僧呢，可能想到佛就想到佛像，啊，听说皈依法就想到经书，啊，皈依僧就想到出家人。 错了，那不是三归真正意思。三归真正意思是觉正经。啊，所以他传皈依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然后解释：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静也。他给我们解释啊。 这么样一解释呢，我们就明白了。那皈依佛是什么意思？觉而不迷啊！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以自性觉，这个叫真的皈依佛了啊！是你自性佛了，不是外面的佛啊。外面那个佛像是提醒的。 啊，佛代表什么？佛代表自信就你就真的皈依了。啊，不是归依外头，从迷惑颠倒转过头来，我要救。啊，不再迷惑了。啊，皈依法呢，正而不邪。我从邪知邪见。 邪行，回过头来，以正知正见正行。那这个标准就是戒律里头，啊，戒律的基本就是弟子规《弟子规》，《弟子规》里面教给你的正知正见。啊，正念正行，都是在自信上啊。 啊，《太上感应篇》一百九十五条，善恶的报应也是自信啊！啊，总而言之佛法自始至终啊，从初学到如来地，没有离开自信 啊，离开自信，那叫外道了。那心外求佛、啊，这是外道啊。那佛是什么？佛是你的自信啊。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皈依僧，那、啊、出家人是代表僧，看到出家人，马上就警觉到，我应当敬而不染啊。我从染污回过头来。 依靠自性净，你看慧能大师开悟头一句话是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。”啊，本归于本质清净是真正归身，与外面境界不相干了。所以佛法叫内学。 啊，完全与自信相应。啊，自信静，自信正，自信觉。啊，实在讲，就是我们净体上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自信静，清净是身宝，平等是法宝，啊，觉是佛宝。 啊，三皈依是什么？就这就这五个字：清净平等就，那就对了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与清净平等就相应，你真的皈依了。啊，老师。 把三归，三归是佛法，不管是大乘、小乘、宗门教下、贤教、密教，啊，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啊，从起心动念到言语造作，不能够离开清净平等觉，啊，这是最高指导原则。 啊！你看，一进佛门，首先就把这个传授给你。啊，你从今之后以这个方向、以这个目标去修学，你才能超凡入神呐、啊！啊，这叫真正的三皈依啊！我们现在受了，受了怎么样？还是迷而不觉。 还是然而不静，邪而不正，啊，跟没受没两样嘛，没什么改变嘛。就是三归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果真的三归了，啊，你这个心里头啊，不离开，就真经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日夜。 有三十六位护法神保护你啊！五戒每一条有五位护戒神，五戒你都做到了，就有二十五位护戒神保护你，你不会被邪魅附体，不会呀、啊。 你的护法神、护戒神很多啊,啊！学佛还被附体的现象，那可见的，你没做到嘛？你的护戒神、护法神的原理，你走了，不护持你了啊！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那我们受三规或者是受戒。 要不要到戒坛去接受那个仪仪式呢？给主说，那仪式不重要。啊，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道士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。啊，实质是什么？你真正发心想学，你就得了。我真正发心。 要学这个，哎，学佛啊！我看到经典上写的这个三皈依，我真的要学，认真学习。我明白了，你就真的受了啊！看到无戒不杀生，自己就发个愿：我这一生绝不伤害一切众生。这条戒你得到了。 啊！不偷盗，我发现我这一生绝不占人家一点便宜。这条件你得到了啊！戒坛受那些疑规，没有做到还是没用啊！那不是真的啊！这些护法神他认真不认假，嗯、假的、嗯，他一看。 一笑了之，啊，真的没有通过这个戒断这些仪式，他一样守护你啊，这个道理是真的，我们要想清楚。 啊，好像是在九九年，我到新加坡，啊，在居士林讲经教学，啊，认识了现在的总统纳丹先生。那个时候，他刚刚从美国回来。 他是新加坡驻美国的大使，啊，刚刚回来。我们在一起吃饭，啊，我跟他坐在一起，他告诉我，他是印度人，是印度教，啊，我们三楼是印度教，啊，他他说我非常喜欢佛教，佛教。 重实质不重形式，他能说这么一句话来。我当时听得非常惊讶，这一句话过去我只听过张家大师讲过，没听到第二个人讲过，没想到他能讲出这句话，那是内行不是外行啊！啊，以后。 他成为新加坡的总统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啊，他还是新加坡总统。啊，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每一年至少有两三次的碰头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很熟了。 啊，那么得陀罗尼，就得定开悟了。啊，他就有这种能力。啊，一刹那间，这时间很短，几秒钟。啊，于一字之中啊，说一切法门。 啊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能不能在一秒钟一个字里面说出来？能。但有人会听，这就是什么叫信息嘛？啊，你看现在一部大藏经不少啊，精装一百二十册。 可以浓缩在一个晶片上，啊，真的像指甲一片的晶片上，里面就是一部全部的钻戒。古人也有巧妙的方法，啊，花眼镜很长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 那大陆上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。古人把这一部《华严经》铸在钟上，在大钟啊，那个经文正面、里面通通是解释经文。那个钟一,一敲，就是全部《华严经》。啊，你看那烟店的时候，那全部《华严经》啊，啊，那会听的。 他就在那一念之间全部还原进去，明白了，就得受用。啊，那么像《法华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弥陀经》在刻在大陆上刻钟上很多啊，啊，那住住在钟上，它有模子啊，住在钟上、嗯。 这是一字之中啊，含一切法门。华严经上讲：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”，这就这个意思。和听者得静耳根，于一刹那我一字时，于于一切习无障碍啊，啊这是讲听的人，他开悟了。 啊，他听到一个字，听到一句，全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得净二根。啊，那我们想想六祖慧能大师这个例子，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。 无祖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我们估计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，顶多两个小时，啊，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的。无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豁然大悟。 啊，他就提出他的心得报告，说了五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；啊，何其自信，本无生灭；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这一句话了不起啊！ 啊，自信里头什么都不缺呀、啊！啊，像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智慧的德相，他不缺，通通具足。这个通通具足，就是具足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心里头的，离不开自信。啊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 不无动摇是自信本定啊！那我们现在这个心，这个念头啊，前念灭后念生，这个不是自信，这、就是阿赖耶啊。自信是真心，阿赖耶是妄心啊。妄心是动的，真心是定的，不动。 啊，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！啊，他行生万法，引一切法都不见。啊，自信它不是设法，啊，就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。啊，经里面给他描绘叫。 常极光，啊，常是永恒的，啊，极是极尽，里头有清净，有不染污，啊，有不生灭的意思，啊，光明啊，啊，所以也称之为大光明藏，啊，这是经典上对于自信的描绘。 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啊，时间、空间都它变现出来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慧能大师的静耳根呐、啊，与这个很短的时间听几句话，全都没障碍。 都明了了，啊！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通达明了，没有一点错误啊！啊，说的人得陀罗尼，听的人得敬耳根。 这个教学太方便了，太容易了。啊，慧能大师座下确实有好几个。啊，在他会下开悟的总共有四十三个人，里面有有好几个了是这种情形。啊，特别明显的是。 做正道过的事，永嘉，啊，你看永嘉大师，那就是这样的，啊，在这个吴祖会下，一句话开悟了，开悟他就走了，他就想走了，他说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呀？啊，你看他回答的是非常有意思，留一晚上吧，到第二天再走，所以叫一宿一觉，他在在。 六祖，啊、呃，那现在去南华寺住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走了。他本来当时就走，啊，掉过头就走了，啊，真开悟了，啊，他是四十三个人里头的一个，啊，永嘉觉禅寺。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这个。 中国这些传记里面看到，啊，出家在家，啊，都有人得到这种境界。啊，或说者是少，听者是多。啊，说的时候时间并不多。 啊，听的、感觉的时间很长，啊，他听的很多，啊，或者是说者是多呢，听者是少，这都说明。 时间不是定法，或说者神力言出随意啊，这是总说。啊，讲经的人，啊，他有神通，时间长短能够随他念头在变化。 啊，他一个念，希望这个希望这个时间长，它就会变长。啊，不需要长时间，短时间听的人就能够起无境界了。啊，这时间就能缩短。听者根气立顿不已，啊，根心立的，一刹那就能悟入；根气顿的。 必须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悟入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“一门深入”啊，长时熏修。这对什么根呢？等根啊，立根不需要啊啊，但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呢、啊，立根太少了，邓根多。 所以，许许多多经论里面所讲的，都是偏重在等根，啊，你们提倡的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对等根讲，不是对立根的，啊，立根就不是这种教学法了，啊，但是，立根真的，一问即悟，啊，像慧能大师那样的立根。 啊，他在很短的时间，几句话当中，就完全通达明了，通达一切法。啊，邓根也是如此。啊，他能够尝试熏修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大彻大悟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根性不相同呢？ 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同一个自信哪有不相同的？啊，是过去今生呢，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啊。如果疏忽圣贤教诲，都别被染污了。有人染污的严重。 有人燃物的清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燃物轻的根就利，燃物严重的根就顿。啊，要再细细的来推的时候，与过去生中也有关系。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在轮回绝不止这一世。啊，过去生中哪一道都去过。 大家都一样，没有例外的。哎，你过去也做过天王啊，做过天神啊哎，你也变过畜生呢，你也做过呃的的斗过地狱啊，都一样。啊，可是，在六道里头。 人道很特殊啊，人道是个枢纽啊，升天堂得经过人道，堕三途也经过人道，出三界正菩提也得就在人道，人道是个关键啊，是个核心。 啊，在人道里面修的善，修的福啊，来生到天道去享。这个享福啊，应该换一个字更恰当，消福。啊，你修的福，那个福报要消掉啊。为什么消掉？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，那是染污，那不是清净啊。 那能大师不是说吗？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啊，罪福都不是清净的，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你修那么多福报，啊，到天上取消去，那享福就是消福报；你做的不善呢，那你到三途去消你的罪业，那通通消掉了，哎，又到人间来了，啊，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了。 如果你碰到佛法了，哎，那很难得了，你超越了啊！这是六道里头的真实状况啊！啊，在人道的时候，真的啊，随自己的意念，哪一道都能去。 啊！可是你在拿一刀的时候，你那个夜不消的时候，你离不开那那一刀。这是根器立等不已，啊！古谓三成繁盛，所见佛身宝化，年岁短长，成佛九境，各个不同。 这也是真的，有这个现象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佛讲的那句话是真的：“一切法从心想生。”这句话太重要了。我们在一切境界当中，要常常能提得起这句话。 啊，你就不会被外头境界转了，你就能转境界了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谁的心想啊？我自己的心想。啊，既然是从自己心想生，这为什么不生佛呢？啊，怎么生佛呢？念佛就生佛。 啊！念念是阿弥陀佛，念念就生阿弥陀佛。啊，《高僧传》里头有记载。我们晋宗第二处唐朝的善导大师。啊，传记里面记载他老人家念佛。 念一声佛号，口里面吹套白光，白光里头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啊，生生都信佛了。啊，传记里面告诉我们，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。 啊，那就是阿弥陀佛示现给我们看呐！啊，这个示现什么呢？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那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有没有光？有没有佛呢？有，肯定有。为什么看不见我们的业障没消除。 啊，就是这个光，这个佛很淡，我们一般人看不见。啊，善导大师念佛，光与佛大家都能看见，他的心纯纯净纯善了，啊，真的念念于。 清净平等就相应啊，所以他的现的这个相那么明显呐啊,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、啊。三乘凡身这个三乘说，菩萨。 云觉声闻，啊，这是神。啊，三乘都是神。啊，凡呢，六道凡夫，我们学佛，我们所见的佛身，佛有报身、化身。 啊，年岁短长，成佛究竟，各各不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，啊，世寿这个世间的寿命八十岁。啊，我们中国人算虚岁。 八十岁啊，外国人说是说始祖年龄七十九岁啊，他三十岁实现成道啊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成道之后就开始教学。 啊，教导他圆寂。啊，七十九岁圆寂啊，这说法四十九年了，将近三百余回啊，我们见到的这书上写到的释迦牟尼佛的身像。 啊，这印神，印化神呐、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中好啊，经上记载，身高一丈六啊，丈六精神呐啊,啊，那我们看看一丈六的时候，好大的个子。 跟普通人两个人高了，不是的。当时那个度量衡的尺没那么差。啊，我们看看哦，弘一大师的啊，弘一大师研究戒律的，他有周尺考，就周朝那个时候啊，他做了考据，周朝尺一尺多长呢，差不多是我们现在的六寸，我们。 是吃啊，中国的是吃六寸，啊，古时候度量衡跟现在不一样，啊，所以照这样说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是很正常的人，啊，不是很特别。 啊，事先八相成道，合情合理啊,啊！这是我们哎在经书里面呢读到的。那么化身呢？这个就很多了。 啊，我早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深印法师告诉我，啊，那个时候大陆还没开放，他们有三个法师去朝。 观世音菩萨的啊，在普陀山、啊、朝音洞啊，那个地方菩萨常常现身啊，诚心诚意去拜，在洞门口去礼拜啊。他们三位出家人，三个人同伴，在洞门口拜了半个钟点。 哎，观音菩萨出现了，三个人都欢喜。啊，回来的时候，三个人就说了：“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三个都看。你看到什么样子？圣意法师看到的那个样子，像地藏菩萨一样。” 戴的皮鲁帽，地藏菩萨戴个帽子，金身，啊，全身是金色的，他看到这个样。啊，另外一个法师看到是白衣观音，像我常常看到白衣观音，他看的是这个样子。还有一个法师看到是出家人。 啊，比丘像，你看三个人，同时在朝云洞拜观音菩萨，都看到了，画身不一样啊，啊，时间长短也不相同，啊，有人看到啊、哦，半个多小时，像没有。 有人看到几分钟，这是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啊！啊，像这些事很普遍啊，也许我们自己亲身会遭遇到。 我们再看下面念老所说的：“经，只取佛及弟子四字机感相遇之情，设听四鼻，便明一是也。”啊，这是自古以来讲价，就是讲经的这些法师们，啊，都采取。 这个说法就是解释意识、嗯。啊，这一识就是一会之时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开始给我们讲《无量寿经》，把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讲圆满了，这就叫一识啊，这是很多讲经啊。 多这样的说法啊，所以你看佛的《佛地佛地论》里头也是这样说听究竟呢，总言一时啊。释迦牟尼佛说法，那我们听法啊，他讲完了，我们也听完了，这样也是啊。是 <coughs> 故经中不言某年某月。 但以四机弟子，基因合合，舍天是彼即明一是。啊，基因啊，即是学生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，基因合合，也就是感应道教。 啊，这舍天寺啊，这个就圆满了，这叫一时。啊，下面再给我们说，哟，经中不局年月者，各地历法不同。啊，印度的历法跟中国不一样。啊，纵然记载年月日，我们中国人也没有办法去考察。 啊，有世界十分不易啊！你要再把这个范围扩大啊，走向大的世界。我们今天讲时差啊，时差不相同啊。四天王天一日，便是人间五十年啊。四王天呢？ 这是欲界六层天的最下面这一层，跟我们最近的，就是四大天王，啊，他们那个天上，跟我们这个地球人，时间差别很大，啊，他的一天，我们人间五十年，啊，忉利天呢又加了一倍，啊，忉利天中国人称玉皇大帝。 逃离天地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，啊！再往上面去，倍倍增加，啊，夜摩天的一天，人间两百年，啊！斗率天的一年就是弥勒菩萨道场，那个地方一天人间四百年，啊！所以从斗率天看人。 很可怜呐！啊,啊，一天的四分之一，六个小时。人活一百岁的时候，他那里看起来，在他那是六个小时。啊，不到半天呢。啊,啊，所以说十分呢、啊，不一定呢。啊,啊，且现代科学证明。 啊，黄念祖老居士是学科学的。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行一周，这一周就叫一年吗？就太阳年吗？啊，太阳一年是我们地球多少呢？相当于地球时间之两万万年，两亿年呢、啊？啊，太阳绕银河一周啊。 啊，太阳年呢，一年是人间的两亿年。啊，这时间随物体运转速度而变异，本非定量了，古今中只言一时，最切实际。啊，一时实在说的太好了。啊，这一时是什么？是到底怎么解释？现在我们懂。 啊，我们了解佛的意思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，那一坛指，三十二亿八千年当中的一念，大家也是。那所有宇宙之间一些物质现象，都是意念累积、连续的幻象。 啊，所以讲意识是太正确了，啊，太真实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意念呢是一弹指的三百二十兆分之一，啊，不是秒，啊，要是秒秒更长了，啊，这一弹指。我们再看下面。 底下这一节佛，佛者主成就啊，这个主就是大会的主席啊，讲堂里面的主讲啊，在此地我们用主讲，大家容易懂啊，因为佛的教训，他老人家是主讲。 佛为一切众生之宗主，故名为主。啊，这个“宗”的意思，在中国通常讲有三个意思：第一个是主要的；第二个意思是重要的；第三个意思是尊重的。啊，所以。 我们把佛教用这三个意思来说啊，佛陀教育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在这个世界是主要的教育。 是重要的教学，是遵从的教化。这是佛门本身称宗教，与我们现在这个宗教的名词的这含义啊不相关。啊，佛门本身称宗教呢，因为它教学。 有两种完全不相同的方法，叫宗门教下，啊，就禅宗。禅宗教学的方法跟其他九个宗都不一样，啊，其他九个宗叫教下，就像学校一样，对谁说的呢？对顿根人说。的。 啊，在佛法里面，通常讲呢，对于中下根所说的，这是占比例最多的。啊，要用教，教是长时期的教学。啊，所以是提倡的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寻修。中下根人，对上上根人，是绝顶聪明的天才人。 啊，他不需要这么麻烦，啊，他有能力顿悟，啊，所以顿悟实在讲，他怎么悟的呢？放下就开悟了，啊，这《佛在经》上讲的很清楚，我们都能够记记得，也都能够啊说出，啊。 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华言精神《华严经》上说这三样东西，你能够顿时啊一下放下，就开悟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，那、啊、就是彻底放下，啊，就大彻大悟。啊，慧能大师。 在无祖方丈时，啊，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放下了，啊，就开悟了。有悟，一切无。啊！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通达了，没有一法有障碍呀、啊，那叫真的开悟了。啊，还有一法不明了，还有一法不通达。 没开悟，那不是彻悟，啊，所以悟有彻悟，有大悟，有小悟，啊，这个层次很多。那顿根的人呢？顿根是集小悟成大悟，集大悟到大彻大悟。啊，慢慢来，啊，这时间就很长，啊，要怎么悟，记住。 就是放下，啊，不放下怎么学也不悟。啊，这个开悟啊，与学不学没关系，啊，这是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记载的是对吴净藏比丘尼说的说的话。 啊，由此可知，我们研学习的经教多少不相干，这没有关系。啊，往往开悟，因为开悟重在放下，一门是最有利。的，容易放啊。啊，学了很多法门的时候，反而就难了。 啊，不容易放下了，容易变成学术啊！把佛陀的教诲变成了佛学，变成一种学术，不得受用啊！啊，真正的受用啊，是要在佛门里面拿到学位。 放下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果，啊，得到正确。放下分别，你就是菩萨，啊，你得到的是正等正觉；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是佛陀，啊，正德。 无上正等正据啊，这样的话，佛在《大乘经》上讲的很多啊，啊，我们要常常体会在心啊，你就晓得怎么修行，啊，帮助自己得定，啊，这非常重要，啊，得定是三昧也。 啊，我们修念佛法门，得念佛三昧，对于我们往生有大利益了。啊，没有得到念佛三昧，往生生凡圣同居土；如果得三昧呢，就生方便有余土。 如果开悟了，大彻大悟了，生十报庄严土，不一样。啊，所以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历代的一些祖师菩萨，啊，苦口婆心讲真话。 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啊，你能这样去去学习，你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啊，这个成就就是往生，啊，往生真的是成就，往生真的是一生成佛，啊，死心塌地的先决定。 涉猎太多，心总是浮躁，总定不下来。啊，这个我们试验试验就知道了。啊，你同时学几个法门，心就不能定。啊，长时间学一个法门，心是定的。啊，持戒帮助你得定。啊，所以持戒。 非常重要，不能够疏忽啊！下面说六成就当中，主成就最为主顾啊，这是最重要的啊！佛师主讲人嘛，是上课主讲的，那么有他，其他成就啊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啊，所以这这这一个成就啊。 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下面再给我们解释“佛”这个词。啊，这很重要啊！现在的社会对佛产生严重的误会啊，这个误会啊，障碍了许许多多人在这一生当中啊。 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、啊，当面错过啊！因为这个机会啊，从最小的利益来讲，它能帮助你健康长寿啊，佛法，它能帮助你升官发财，它能帮助你。 破迷开悟，增长智慧。啊，我们人间所需要的，时候他都帮得上忙，真能帮忙，一点不假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无论你求什么，你看你求成佛都，都都都都能办得到。 啊！求人天富贵呀，那叫鸡毛蒜皮呀，太容易了。啊，老师说，佛经里面有求的理论依据，有求的道理，有求的方法，如理如法，没有求不到的。啊，你求求了，求不到，没有感应。 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你不如法，不如理，不如法。啊，如理如法呢？求不到呢？那是你的业障很重。只要把业障铲除，你所需求的感应立刻就显现。它真的不是假。的。 啊，从原理上来讲，这佛经永恒不变的原理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这个一点不假了。这个道理，现在连量子力学家都已经发现了。啊，我相信量子科学再有个三五年。 就会很普遍了，啊！这对于人类的时候有真正的好处啊！啊，真能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的问题啊！那么佛教，我们现在人都求啊，财富、聪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这大家要求的啊。 佛里头有方法啊！我知道这个方法，是我学佛的那一年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我二十六岁啊，我这个命里面很苦。 命是贫贱之命，啊，贫没有财富，贱没有社会地位，啊，贫贱到极处啊！啊，老师教我脱贫脱贱，啊，要把他摆脱他，用什么方法呢？这就在教我。 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！财富从哪里得来的？财富是果报啊，果必有因呢、啊。啊，因是什么呢？因是财布施，舍财啊，得福啊。啊，那我们这个命中是贫贱命。 哪来的财呢？啊，生活非常艰难，几乎自顾不暇了。哪有钱就不使，啊，老师问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，一毛还可以了，啊，一块钱行不行？一块也很勉强，还可以，再多了就不行。啊，老师教我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。 啊，要养成一个布施的心啊，常常存心帮助别人啊，以后还懂得了。我没有钱，我做义工，义工是内财布施，那个福报更大。 啊，钱财是外财呀、啊，外财再多，福报不大了。内财福的福报大了，啊，我用我的体力，啊，用我的时间，用我的智慧，来为大众服务，这叫内财布施。啊，都属于财务师。啊，得财富。 啊，老师教了，我就真干。啊，聪明智慧是果报。应是什么呢？应是法布施。啊，法是什么呢？我知道的，我懂得的，欢喜传授给别人。啊，欢喜教别人。啊，别人不会呀、啊，我教给他。 啊，这叫法布施，法布施的果报啊，就是增长聪明智慧。啊，第三种叫无微布施，果报的健康长寿。啊，什么叫无畏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离开恐怖畏惧。啊，这叫无微布施，特别是。 病苦啊，生病的时候需要人帮助；急难的时候需要人帮助啊！遇到别人有困难，帮一把啊，值得健康长寿啊！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最重要的不杀生，不吃肉啊，这是什么？ 这是无微不至啊！你不再伤害众生了啊！积极的呢，放生啊，放生是救命啊！啊，一条鱼，一个小虾，它也是一条命啊！你能帮助它多活几天？ 他很感恩你，国报的健康长寿。啊，我接受老师的教诲，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从开始啊学习，不到半年，我就吃长素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晓得，我寿命不长。 啊，很多人给我看相算命，说我过不了四十五岁。啊，我相信，我就把自己寿命定在四十五岁。啊，学佛到四十五岁一定要有个成就。啊，四十五岁之后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三种布施，我就很认真的学习。 啊，怎么样困难？这个施舍的心是真心、真干呐、啊！啊，效果呢非常显著，真的，从发这个心啊，这个这一块一毛去布施，两三年之后啊。 哎，收入就增多了，有效了，啊，多了就多布施，越施越多，一点都不假了，证明佛经上讲的话是真的。啊，法布施学经教，啊。 这个上台讲经啊，三种布施去做，啊，讲经要体力了，要时间，要精神啊，这是什么内才布施啊？跟大家讲的这是佛法经典法不，这法布施啊。你真正把经典听懂了，学会了啊，你能够消除一切苦难，叫无为布施啊。所以。 老师那时候鼓励我讲经啊，上台讲经啊。他鼓励我的时候，我害怕了啊！我说我到台中来是听经的，是跟你学习的，我不敢上台讲经啊！还听说传说，佛门个传说说。 说错一个字，要多五百是野火身了。他吓到了，他这么敢讲啊？啊，最后还是听老师的。老师说是真的。啊，这个说错一个字多野火身了，这个公案不是假的。啊，是真的。啊，但是讲经在古时候。 都要正果才能讲解啊，没正果不能讲解啊，所以中国古圣先贤给经做注解的都正果的，不是凡人呐。可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不但正果的人没有，开悟的人都没有。 我们再不发心讲这个佛法，会在我们这一代灭掉了。老师提出这个话，这话严重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一定要发心，拯救佛教。那你就一定要发心来求讲解。怎么讲法呢？自己没开悟啊。 讲古人的注解，那我们讲错是他注错了，他负责任，我们不负责任。啊，这一下把我们点醒了。啊，等于说古人注解是文言文，我们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。啊，这个我们能做得到啊。啊，如果我们对文言文有困难，现在近代的法师。 有白话文的注解，我们就用这些。啊，老师指定了哪些人的注解可以看？为什么他们有修，真有修行？啊，不随便说话的，啊，指定我看的。啊，地仙法师的，谭虚法师的。 元音发师的、信实发师的，列了有七八个，啊，这些发师东西你去看，没错。啊，我们是从这个路子，啊，把这个心才发起来啊，学讲经，啊，所以。 我离开古人住解啊，我讲话严谨，两个老师，一个老师是清凉，一个老师是李通玄居士，啊，清凉大师的苏超，李通玄的合论，啊，我参考这两个注子来讲。啊，那么这一次我们讲这个呃。 无量寿经，完全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！我非常感谢他给这一部经做这么好的一个注解，真难得了啊！我跟他是晚年才相遇。 啊，那个时候，他七十多岁，我六十多岁。啊，头一个称我做老法师就是他。啊，六十岁就是老人了吗？我已经六十多岁了、啊，所以在北京见他了，他都叫他的这些学生称我老法师。啊，写这部注解。 不容易啊！啊，他带的一身重病，啊，日夜不眠不休，把这这些注解完成，我看到非常感动。啊，书出了之后，他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，我也就照办了。啊，在这个注解里面注都看到。 啊，所以我讲这个是纪念他老人，啊，我也特别把他老人家照片挂在这边。啊，往生的时时候，那一段时间大概，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，他就一句佛号，一天念十四万声佛号。 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！这部注解完成之后，他是真的，一切都放下了啊！他学的很多，他学过密，跟虚云老和尚啊学禅啊也学密啊，宗门教下了，他都涉及涉猎到了。 到临命中时，通通放下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啊，这跟他老师有关系，他老师是下连句句士。啊，下连句句士也是通宗通教。啊，最后走的时候，一句佛号。啊，一心专求净土。 啊，李老师，我跟他十年，实在讲他也是。啊，宗教玄秘都尝试过了。啊，他叫我不要浪费时间，一门深入专修净土。啊，那个时间真的是浪费了。 啊，你看到最后真正管用还是一法啊,啊，帮助他往生啊。由此可知，真正往生品位高的人是什么人呢？乡下老太婆、老阿公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什么也没学过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天到晚念。走的时候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欲知是指。 没有生病，真了不起啊！啊，所以李老师常常说，学语自己想学语，几十年学的不像啊，这欲不可及。古人讲这句话有大道理。 啊，聪明自己以为聪明，比不上乡下老太婆。啊，他一生一心一门，啊，他往生品位高啊。啊，你看到一个学生锅炉匠，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，锅炉匠的程度成就，地贤法师讲。 在当时，啊，这些名山、大道场里面，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啊！啊，讲经教学的这些大法师也不如你啊！啊，你看他不生病，欲治实质。 站着走的啊，死了以后还站了三天，等师傅来给他办后事啊。人死了以后之后站三天呢？啊，哪一个讲经法师，哪个方丈主持能跟他相比？啊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三年。 时间并不长啊，好样子啊！啊，我大概是四十年前，佛光山刚刚开山的时候，啊，办了个佛学院，星云法师找我，啊，我在那里教了十个月，啊，担任教务主任。 有一天，有个长工告诉我：“啊，在他们家乡，他家乡在台南乡下，邻居有个老太太，啊，他也什么都不懂，啊，他的媳妇懂得一点佛法，啊，老太太是拜神的，拜佛的，什么都拜。” 娶了这个媳妇，媳妇劝他不要到处乱拜，家里设个佛堂，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个婆婆很听媳妇的话，啊，就真干，念了三年，站着往生。啊，这个这个工友都告诉我了，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，亲眼看见了，三年。 啊，这些人往生的品位，绝不是下辈往生。啊，往生的品位像这种成就，肯定是上辈。啊，不是中下了，走的那么潇洒，那么自在。 啊，这些人事先给我们看啊，最近的一个，这几年前呢，应该是四年，是五年前啊，深圳黄忠昌啊，三十几岁年轻人呐、啊，啊，他法院失业。 啊！我闭关念三年，看看行不行？啊，每一天一部无量寿经，就是回气本。啊，其余时间通通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遵照地仙老和尚教这个高楼教的方法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不分昼夜，累了就去休息。 休息好了，接着再念。啊，他发心念三年，啊，念到两年十个月，还差两个月就圆满，他就走了。啊，预知是至了。啊，念了两年十个月，成功了，往生了。 啊，这向下绿护持啊！啊，向下绿是真的保送一个人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功德不可思议！大慈菩萨告诉我们：你能保证两个人往生，那个功德就超过你自己自己念佛。 啊，为什么你会往生？啊，到你临命终时，他们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。啊，这这就说明送往生的功德不可思议。 啊，所以“佛”这个字要讲清楚，要讲明白，是真真有其事，啊，绝定不是迷信。啊，那“佛”这个字的本意，啊，我们看这一段，啊，“佛者，梵语佛陀”，啊，很多经典里面后头还有一个字“佛陀也”。 啊，这是梵语。今只银佛，那省文也。中国人喜欢简单，不喜欢麻烦，把尾音都省掉了。佛陀也只留一个佛，后面两个字都省掉了，省掉掉了。啊，一为以华也，则为觉者自觉觉他觉心圆满。 啊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觉悟的意思。啊，觉者就是觉悟的人。啊，什么叫觉悟呢？一个是自觉，自己觉悟了；第二个是叫他帮助别人觉悟。 啊，第三个呢，自觉觉他了，达到圆满了。什么叫圆满？明心见性就圆满了。啊，是这个说法的。啊，如果这个觉满是一切众生都觉悟了，那很多众生还没觉悟，那你怎么能成佛呢？ 所以他不是这个意思啊？那为什么叫去教他呢？教他帮助自己。啊！我们中国人讲教学相长啊！啊，真的教学觉悟啊，有很多东西自己不知道，但在教学当中啊，跟同学们一问一答的时候，智慧就起来了，就明白了。 啊，就教学相长。啊，教学里面也能得三昧，也能豁然大悟。啊，所以这个圆满是明心见性，这就圆满了。没有到明心见性的，那还是菩萨；明心见性就成佛了。 啊，自觉亦与凡夫之不觉。啊，这个自觉指什么？什么阶阶段呢？阿罗汉，阿罗汉真正自觉了。也就是说，放下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这自觉了。啊，你没有放下。 你学的再多，讲的再多，著作等身，你还是不觉啊！你脱离不了生死轮回呀、啊！啊，自觉的人呢，他出力六道了，这真正自觉了啊！凡夫。 六道凡夫，纵然升到飞翔飞飞翔天，就是二十八层天最高的一层，还是出不出不了六道，不算觉悟。啊，凡夫是指六道里面的众生，觉他呢，亦与二乘之独觉，这是菩萨。啊，二乘是声闻缘觉，哎，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。 啊，他们的心量不大，只求自觉了，就他也干，但是他不主动叫人。有人跟他学习，啊，他欢喜，他也叫你；，他不欢喜，他不理你。那叫缘分了 啊，不像菩萨啊！菩萨与一切众生，他平等教导啊，做众生不情之友啊，众生不找他，他会主动找人来来教你啊，主动的啊，欢喜帮助别人啊，这是菩萨。 这满呢，亦与菩萨之在因呢？啊，满是明心见性圆满了啊，他能够放下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叫妄想，不起心不动念的妄想放下了，妄想放下就回归自信。 啊，就明心见性了，这就成佛了，啊，所以叫圆满。那菩萨呢？菩萨还在修学，还没有到圆满。啊，所以菩萨只是放下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没放下。啊，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。善就居圆。 众圣中尊呢、啊，故称为佛。啊，所以佛是圆满觉悟的人。啊，这个觉者是圆满的觉悟，觉悟了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他不是他不是神，他也不是仙。啊，他是个人。 什么人呢？是自己，啊，我们自己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不再执着了，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真能放下，你就成，你就是自觉。啊，自觉的人，在印度人称就称你为阿罗汉。 啊，阿罗汉自觉了。啊，放下分别，不但不执着了，我连一切法了，连分别心都没有了。这个人就是菩萨了。啊，不但不分别，连起心动念也没有了。啊，心地真正回归到清净平等觉。 这个人就成佛了。就佛是自己、啊，不是别人呐、啊。啊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在佛教里面是三个学位的名称。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这个学位。啊，你要真正下定决心，在这一生当中。 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不是别人的，与别人不相干。别人成佛，与我什么相干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自己成佛。啊，不是去拜他那个佛，拜他那个佛，他会摇头啊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 你错了啊！你明白之后啊，要自己去下功夫啊。自己真放下了啊，这个东西与学不学没关系。放下就是学而不能放下，就变成佛学家了啊。 这现代佛门的学者，古时候没有啊，没有这种名称啊。古人都是真干啊。你能放下多少，你的灵性就提升多少啊。你放不不能放下，这烦恼习气就让你往下坠落。你能放下了，你就往上提升。 就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所以他三种觉自觉觉他圆满了，圆满了。所以<是>众生众生，这个众生从须陀环就是圣人了啊，须陀环到阿罗汉八个等级，菩萨从粗信位。 到佛五十二个等级，那都叫圣人啊！在这么多圣人当中，他地位最高，称之为佛啊，众生众尊呐、啊。又云智者，智即觉之意啊，这智慧啊，佛有智慧呀。 智无不智，所谓的一切种智，即圆满之意。啊，阿罗汉所证得的是一切智，菩萨所证得的是道种智，佛所证得叫一切种智。啊，这是智慧达到究竟圆满。 无所不知啊！菩萨还有所不知啊！阿罗汉也如此啊！佛是无所不知啊！佛是谁？自己，自己真正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你就其如这个境界了。那么，在本经此处，这个“佛”字即指大恩慈父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啊，在本经上，这个地方的佛是谁呢？啊，讲这部经的人是释迦牟尼。啊，不是别人。啊，特别指出这个经上的啊，释迦牟尼代表什么意思？今天我们时间到了，就学习学到此地。 明天跟诸位介绍释迦牟尼佛。